鬼啊！啊，你刚刚帮我买的，下面张一下，其实不是，基本上就是心态的问题而已、啊。我们就不用讲，你讲自然就告诉你，应该每个都有。你因为在教育过程当中，你被蒙蔽，你被误导，然后呢，我们的教育里面真的充斥了一些因为自己的不成熟而污染到别人。其实我们只要放得自在，到山上去，不用去担心那个。啊，但是问题是，以各位现在的身体，我看到到阿里山可能啊都不会想要听什么解说了。在山上能够把自己移动，从这一点移到那一点，你就发现还算是很不错的事情了。啊，你如果不服气的话，那等着瞧好了。你直接大家嘛要问问题，大家嘛要听，你到邀我的时候，我好讲讲我要讲的时候，大家嘛。好像那个台风里面的夜莺、哦、或者是那个啊，这规个叫雨雨水呢，啊，甲当高高的啊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不会难的，随便的一小块了啊，哦，这个是叶桃啦，这个是棕榈啦，啊，反正这个他们不用讲，这个是给你们的啊，这个是血红的叶子啦，那银河湾呢，你敢不敢？那个呢，就是一个小小的。这样的一个相机，现在都已经过时了，现在的那个器材好的不得了啊，我每一次买的都是很便宜的东西，但是我就不拍这样的东西，太简单了，而且我拍像拍这个连眼睛都可以闭起来就可以拍成这样，因为现在的相机自己会教自己来解决问题。那你说这个怎么拍？这一次什么东西？这是一片叶榕的叶，那干嘛？因为我在家里啊，那个有翠榕的落叶啊，拿起来相机拿着对着，跑去纱窗那边，那个就是纱窗的光啊，纱窗的感觉是吧？就是、这样，那你可以玩出千变万化的东西啊。但是如果你连这个也太懒，那我也付给你一百张这个东西，你自由。你看这是过树，过树的叶子我可以把它拍成这样的美。你想这含几牛啊？你看，然后海边的这个图像啊，台湾海岸的啊，我如果用这种方式讲，然后到了那个出发段啊，这个昨天看到的，三十几年来，台湾的天地是这样跟我在眨眨眼瞥一眼啊，但是同时也看到了。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整个，发现到政府口中讲的跟他实际做的两者有一点点距离，距离是用光年去计算。那古人说村啊，很多地方不能超限利用，大家要保护森林，大家要爱护什么环境？我告诉你，几十年来谈到这些的话，我想我不想讲。因为过去每年讲的是内山，而且这些构成啊，已经随着时代转变。问题是，几十年来从来没有改变。那个整个飞轮的构成，整个啊，那一段，我现在很怕讲这个东西。1991，我带着东海的学生去看林业试验所。六龟合法的假借实验研究之名盗取乙木之石，哦，那个运动过程，我起码是这样风雨转，我运动，那个造成整个天灾地变，所有盗林以后再放一把火烧掉，这些恶劣情形，整个自然的这些整个灵魂的东西全部摧毁。全部到白以后，放一把火烧掉了，因为火灾烧掉。我标一个林班，我砍三个林班，然后再放火烧，然后那个整个都是官商勾结，
个几十年的林业的那一个肮脏的事情，真的是罄竹难书。我本来想要编一本如何造野的一百零八种方法，如何怯战国语，如何又变成坐地为王。看看昨天台中的补选又，你们见够吗？你的马祖3000块给你，你要投给谁？把你的手伸过来，放在马祖的身上。哎，按了这里聊，啊，国家由这些人在操控。啊，你聊嘛？啊，你变了西河变了，我今晚来看今晚台南的西河，我杀好家己好西河。啊，因为票是你选出来的，有什么话说？那你也不能这样讲的，有这样子吗？想想也不错，这个是以前的运动，当年苏宁德刚刚从监牢里面出来，就是有那个1991到93啊，因为我们从党政府打反对这个反森林，然后呢反到什么时候呢？到1991年以后，1991我就是用那个快木林的这个做诉求。诉求的重点是净化天然林，我是期待是绿化，但是后来行政院以行政命令绿化净化天然林，1991生效。那91之后，我就把运动转到台湾的农业上山的问题。你们现在喝的高山茶，你们这个槟榔的问题，所有这些问题，那个时代就是91到93，我把它整个炒热起来，开始打这个议题。招待呢，那个两车游览车哦，那个我们到阿里山公路去封山，宣布大灾难即将来临，计算阿里山茶农每赚一块钱，台湾社会要付出37到44块的社会成本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哦，永远的知名领队，这个是高广，这个是林胜同，当时的主妇联盟几个啦哈。那个是汇集呢，当年的缓和第一战将刚刚从美国回来，一点这个没有，就是人家弟弟就投资业了，那高层也啊，他后来就投入到变成啊这个缓和第一战将啊，包括啊这投力党等等啊，然后96年就发生赫伯战变，你知道96年之前。林务单位已经又要管铺，要继续砍天然林，都打在台风来，暴雨的东西打够。但是到现在，你们知道台湾的原始森林还是非常危险，因为我们从没有立法。最烂的国家中国，早在几十年前已经立法净化天然林，瑞典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净化天然林，但中华民国到今天，这个我是觉得一直啊。本来啦，那个今天要讲的那个整个山林水土就是谈这个，后来抢救西南快木林的时候，就是柯建明了，对吗？建高管高层也，然后就是运动的过程，这个我通通不讲了。当时你知道，那个最激烈的时候，因为后来在抢救西南快木林，1998到2001啊，那个时候面对的已经不是林务局，是退伍会。哇，退伍会这笔账那更厉害啊！他们是以军队的这种方式在统治的，这个历史我也不想讲。但当时我真的是很，因为我们运动的结果暴露了很多，然后监察委找我们一起上山去勘察。当时他们盗伐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假借砍枯立倒木。那为什么要枯立倒木就可以了？为什么他要砍活的？因为价格两者差10倍啊，所以他们就是假借着拿枯干的，顺便干掉那些活的。哎，很牛活啊，杀掉那一掌，那扁柏偌大丛的，遐大丛啊，因为扁柏是黄色的，那个枝叶是黄色的，那断掉以后留那个，这个歌好像在流血。那个时候哦，在这边鬼有起话来要打我，那个打算小事啊，以前都发生过，都在
森林里面活埋掉啊，啊，那个不肯合作的就被干掉啊。那在那现场，利亚伯一换了，监察委员在谣言怎么样，你也看不到啊，没有用啊，反正都没有用啊。那些监察委员是怎样？那个时候已经是民进党执政了，所以我对于的有对什么一种马的一种半吊子，突然因为选举胜了，然后掌握权势那个样子啊，真的是不可思议。底下的很平，我的团，我就看见那个树木在哀嚎，然后回来你要知道，没有召开会议。每一次在会议里面，我最痛苦的是什么？各位朋友，你们不管要从事什么，要记得要懂得如何照顾自己。我以前不懂，只以为是非有个公理，然后会去据理力争。但是在那种场合，参与过的那一种，所谓公听会、所谓什么辩论会、什么会都好了，我的下底一边伫个农委会啊，对，还是迄个经建部啊，对，经建会啊，这样吼，诶，经建会主委啊，他们最好的策略是什么？把你讲话给你刺激，让你生气，让你大声，然后你就输了。啊，你底下呢？那他们那种嬉皮笑脸的嘴脸，你要知道，政府每年是花多少亿在补助这些王八蛋的研究，用来摧毁国土。那你这些运动者是完全没有任何资源，却是呢必须要扛起这个十字架去对抗。同时在那里面，你是因为知道这些整个土地、这些森林的创痛，你去给他讲的是英勇，你讲好些，他把你激怒，让你生气。你要知道，政府对付这些所谓的弱势运动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样四大步骤，现在再加上新的一个步骤。现在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你在吵，你在讲，看不起你，不理你。啊，有的讲以后呢，讲到后来呢，好像自己就没劲就走了。啊，你还继续讲，他发现我在继续骂，嘿，第二步骤对付你，苍蝇拍，啪，打死你。结果发现一打下去，叫更大声，哇，更无法。接着第三步骤啊，陈老师，我知道你好喜欢做研究，你很会做研究，来了，帮我们做研究好不好？这个计划钱不多了，叫我爸爸你啊呀。再来就是，呀，多买。所以以前，昨天谁在问我说你我做研究有没有什么研究计划什么？研究计划 ，OK， 我告诉你，有了，我拿过研究计划就是你自己拜托我的啦。为什么呢？他只有希望。我不要骂他啊，然后呢我却照骂不误。那个林务局长有一次就跟我说，我们局里的人都在骂我了，为什么我给你计划做啊你还骂我们啊？你我就问他说，那、啊、你是说你给我计划做我就不要骂你，那你承认你是贿赂我？我承认我接受贿赂，那、啊、你要我这样讲吗？那不管怎样，后来做一个快速林，大概只有两三年，就是那种小计划了，啊，为啥玩那了咯？哦，我袂记啊。我一生里面绝大部分的研究，我唔捌咧请咱们国科会计划请咱们，为什么？国科会那种小咖，一压一点点钱，然后看你在那边呢，哦，我啦跟他看伊咧写一种繁文缛节。你要考我作文也不用这样啦，你去副刊，你去文学的领域看我写的好了啊。那我跟你在这里玩这边，那、啊、其实那个都不是，不在于作文。你要知道，很多人当老师啦、啊，或者当什么，当上公务人员，不整整别人，不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，你知道吗？我实在已经到了讲不出话的年龄，要不然很多东西。是蛮会让你有大冲击的，但是实在是要打死你，对不对？贿赂你，对不对？第四步骤 copy 你。你知道到了一九几年以后，到两千年，一九九九，对，就七党快木林的时候已经发生了。你早上讲什么，他下午跟着讲什么。哦，你们在保育森林。他们把森林开挖处马上改两个字，森林保育处，挂羊头卖狗肉做的通通一样，但是呢，所有你讲的全部copy过来，
们在做保养，我们在做什么？只要你讲的，哇，他现在步调很快，好比。第五个步骤就是现在马政权一上台，不甩你，又恢复不甩你，你讲什么都你不甩你，我就是蛮干到底，你奈我何？